做法式吐司给爸爸当早餐。中午我们要烤饼干哦。好，来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是用微波的，然后做一个法式吐司，再加一个美式炒蛋。那这个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材料只要蛋跟牛奶就好了。我要用蛋。好，还有吐司。好，来，那你把蛋，好，蛋敲一敲。哎，好，把它打破到我们的盒子里。哇，另外一个还没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。另外是要做炒蛋的，把它打破到我们的方形盒，然后呢，加上50ml的牛奶，法式微波法式吐司哦，50ml。找不到量杯，我们就用奶瓶。对对对，来50ml，搅拌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他最爱的糖。啊，糖，给我吃一口。啊，糖，来煮出糖一匙。哦，你会太大吃啊，爱吃糖。好 ，OK， 搅拌完我们的法式吐司的蘸酱就好了。我之前你应该会想说，微波可以用蛋吗？我之前也都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微波用蛋不是会爆开吗？就觉得很恐怖。结果这是我们第二次做，上礼拜有做过一次，啊，那一次还没有想到要拍下来，但是真的很成功哦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又简单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哦，你还要带玉米哦，你看小宝贝要玉米了，来，玉米来帮你用。好 ，OK， 好，做吃，很棒。OK 了吗？好，来再帮你加强一下，然后搅一搅以后，均匀搅好以后，把我们的吐司。放上去，对，放进去浸泡它。那这个呢？玉米是等下做炒蛋用的。好，来，把它均匀的搅拌以后，然后吐司，我要放。等一下还没哦，吐司我先把它剪成两一半。吐司剪成一半。哇！放。哇！好 ，OK， 你放下去，还有一片，两片一起放。这个，两片一样啊，第二片一样。这个。哦，这个拿起来哈。啊，这片。它一颗蛋。然后把这个浸泡以后，一颗蛋可以用两片吐司，然后翻面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长什么样子？大概就长这样。噔噔噔噔，泡在上面。打击啊！对，然后呢，把它翻面。但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就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实做，觉得还蛮有趣的。我是这里的厨师啊。这里的厨师啊，好，翻面，好，再浸泡，好。它浸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微波聚合拿出来，来给大家看一下翻面的样子。好，我来给大家看。就这样浸泡蛋液，泡着。然后把我们的盒子拿出来，然后我们要微波两次，第一面40秒，你不要偷吃弟弟的啦。然后第二面40秒，总共80秒，我们的法式吐司就完成喽。好，来把它拿去放进来。你也是要给那个姐姐吃哦，你对姐姐好。放进来，好，来，你看，噔，把它放进来，然后我们拿去微波40秒，再翻面40秒哦。这样，再另外一个用也是要大，来，另外一个一起。这样做早餐有没有很简单？超快速的，来，正在看。
泡手。你在泡手？有人在偷吃蛋呐、啊！哎呦，这个还没熟，这样子不，你等下拉肚子不要怪我。泡手，手擦擦，这边用擦手布，手擦擦。嗯，我嘴巴那么脏，知道就好。好了。我们的法式吐司好了，我们来微波。然后摇一下，再用汤匙。来，要不要微波啊？哎，你再把第二片放进去啊！再把第二片放进去泡。再把第二片放进去泡，可以吗？嗯。第二片放进去，对对对，放进去泡，嗯，很好。好，你还要干嘛？你还要再剪它、哦、好，那我赶快去微波这个试试秒，放进来，好，试试秒，第一面，啊，等一下再翻面，要翻面吗？对，来拿出来。等一下，我拿夹子。好，来拿夹子哦。行。这里好，你们看看，噔噔，好香哦！好香哦！第一次。你看这样子长这样哦，好，那我们把它翻面，你看这样的法式吐司一点油都不用哦，就不会吸很多油，对，不会吸很多油，一般都是用炸，真的是大蛋汁，然后把它翻面，哇，它的蛋都刚刚好，掉队了，好翻面，然后再微波试试，是应该也是要撒一些。用那个喷的橄榄油吗？哦，可能没有哎、欸，就不比较不会掉的、哦。有可能哦，下次可以等一下那一个可以试试啊，我就放进去了。40秒，好 ，OK。妈咪，我的那个老毛，那就很快。很香哎、欸，很香哦，那牛奶的香味。等一下我再把第二片放进去。还有没有？第二片，可是我已经丢下去了呢、欸。啊，赶快！下次来试试看。好，叔叔已经把玉米都放在三角形里了。啊、嗯，叔叔把玉米放在三角形里了。嗯，好。来哦，准备打开哦，有点烫哦。嗯，我想，弟弟小心危险！哦，弟弟想偷吃玉米呢，都给他。好，一二三，噔噔！这是我们等一下。哇哦，好香哦！啊，我们等一下要做的。好，好香哦！好香哦！好。好，成功哦！那把它夹出来，摆盘，我们的法式吐司。哦。我可不可以？放料了，对啊，可以放料了吗？法式吐司，我可以放料了吗？等一下，可以，等一下哦，好，来，我们的料呢，再帮爸爸装饰一下，这边有多，有苹果，还有香蕉，放在旁边，还有玉米哦，好，等等，没有要给你吃，好，我们就放几个苹果，不要，我要自己。好，很棒。好，弟弟要吃一个香蕉，给他拿一个香蕉。眼睛。我拿一个香蕉给他就好了，香蕉给你，他拿不起来。好，眼睛啊，嘴巴。嘴巴是苹果吗？哦，好酷哦，你看他弄的。来，转过来。还需要。你看，眼睛。还需要。笑
脸耶，好可爱。还有耶？还有吗？眼泪吗？还有什么？那把另外，那爸爸他的装饰我来用这个。青春痘吗？这个是什么？玉米。我知道啊，玉米是假装什么？青春痘。青春痘还是酒窝？嗯。好的吗？吐司，水果法式吐司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快速的用一个炒蛋给大家看。不是蔬果法式吐司。哦，蔬果法式吐司哦。水果和蔬菜闻起来就是蔬果。我现在要快速的做一个美式炒蛋。等一下，我自己用。你要打蛋吗？好，加一点点的牛奶。好。嗯。可以，再多一点点好了。好 ，OK。好，打。对，一只手按着，一只手摇。哎呀，对，然后摇。我要自己搅。大力一点啊！你到底会不会摇啊？你没有把那个啊，你没有把蛋黄搅散。打蛋黄。没关系，主厨先慢慢弄，我等下来帮你哈。哎、欸，对。需要帮忙吗？不要。嗯。哦。你看第二片，也很成功哦。噔噔。然后把它夹出来，要当它的身体吗？第二片。第二片要。好，我来当它的身体哈。哇。好，剩下的给你了。好，剩下的给我，小心烫哦。那这是他的裙子吗？对。好，那你可以装饰他的裙子好吗？嗯，你帮我他拼好一下。好，拼好，帮他拼好。好，一手。推。好了。好了 ，OK。好。剩下给我，谢谢你。我们合作无间。好，炒蛋就是把蛋这样子拉拉，以后呢，微波30秒，炒蛋就好了。我这样会不会有点懒？其实好像可以加一点盐啦，哦，免得没味道，差点忘记。人家爸爸说你的炒蛋没味道。盐要打散一点。会打散一点啊。盐啊。哦，盐。盐会掉在一起啊。好了，我装饰好了。好。好了。30秒。好，然后把它打开来，叮叮。噔噔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炒蛋有没有成功呢？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那这两块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放那两块好吗？我们先做这一份就好了。把玉米丢进去，然后拉拉哎，拉拉哎，还有拉拉哎，然后现在还有一点蛋液，对不对？你看就有那种结块的这种，嗯，有结块的这种，你看结块的这种很像那种美式炒蛋的感觉了。这个时候。再进去30秒就好了，所以炒蛋是30+30哦，好 ，OK。美式炒蛋好了，噔噔噔噔，哦，好烫，哦，来看一下成果。我做好它的结
啊，你做他的脚哦，好，开喽，一二三，噔噔噔噔，哇，大家看，耶，我们的炒蛋拿来，你看，这个就是美式炒蛋了，60秒，来，我把它放上来，你的手，另外一只手要加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吗？不用。好，那我就装饰咯。不要用到我的手。不要用到我的手。好。来看啊。看你的手。你看炒蛋。炒蛋弟弟。爸爸弟弟小心。弟弟你的头小心，你要动的哦。炒蛋。你要炒蛋啊。炒蛋。你要玉米吗？炒蛋。他要玉米啦。哇，这样他头发刚刚好哎，他有两个辫子是吗？嗯。哇，你的这个画画好漂亮啊！他的头发，炒蛋蛋他的头发。妈咪，你看你看一下。哇、哦，好酷哦！还有他鼻子。真的耶！哇、哦，鼻子。哇，来给大家看我们的早餐做好了，噔噔噔噔，爸爸的早餐。送给你们吃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你看有没有很简单？我们总共花了30秒加30秒的美式炒蛋，那法式吐司就是40加40，就完工喽！完工了，耶！来，我们来试吃，走，试吃时间。我要先给爸爸。对啊。给爸爸，嗯，慢慢走。好，那你自己拿，小心。爸比给你吃。好，亲一个。哇，我得到美式早餐。还没噔噔噔，还有一个没烤。等一下再来烤咯，我们来这边吃早餐。什么事？为什么每一次到了吃早餐时间做好了，你们一定要说试吃时间？对呀、啊，试吃时间，噔噔噔噔。为什么？试吃时间，对啊，因为就真的是试吃时间啦、啊，是啊，就真的是试吃时间啦、啊，没有为什么，整个拿起来吃吗？对啊，没有，我有叉子啊，有叉子，干净吗？一瓶牛奶，其实，那、啊、你要拍吗？一直在录啊，我说你要拍照吗？哦，拍照，嗯。哦，好，那你给我一个手机。那其实也可以淋一点风。我要淋，我要淋。等一下，我先妈妈先拍照一下好吗？这是你做的很可爱的早餐哎，帮你拍个照。啊啦，嘟，哎嘟，来走走开。淋上去，我要淋在这里、啊、倒过来、啊、倒过来压压没有了啦，蜂蜜已经没有了，好，我要试吃了，蜂蜜没有，主要是吃那个吐司啦、嗯、我要吃苹果，我要吃香蕉，好困吗？那我才有纤维嘛，奶味很重，奶味很重，嗯，好吃，好吃哈，嗯，可是都没有油炸、啊，都没有用油炸的、啊，全部都是用微波蒸的，算是应该还是要喷点油，真的、嗯，好，那我们下次爸爸说要喷点油，那我们下次就喷点油试试看喽，成功，而且你们也要煮煮看，嗯。